天明制作新歌发表会正式开始啊！我们的朋友们做好准备啊！来，我先邀请到我的老大出来，老大。来，今晚间是粉红色吗？刚才我是没有，应该是没看错吧？他今天打电话问我你穿什么颜色，好你笑要死了。开玩笑，高天明老师真的是正派啊，真的是，你要他讲多几句话都不可能的事情。等一下不相信你看一下啊，看我怎么跟他来搞一搞默契，交个朋友哈。来，掌声欢迎今晚间的主角，来我们的歪歪老师、天明老师，来掌声欢迎。哎，我看错，色盲是不是？我看到粉红色，我跟你跟我穿一样哎，真的是讲好了却没有做到。本来已经是讲好了对吗？没有嘞，你不要这样害羞啊，敢不敢讲？今天在台上讲的话，全部他们回去就忘记了，因为在台上的家人讲的话不可以听的，对吗？台上是大炮，台下是小猫一只啊，我真的很温柔的啊。来，这就是我们的 YY 老师麦，他那只呢？他哪去杀电了？好想提醒我。来，要，一定要。来，这就是我们 YY 老师，来，掌声鼓励。他动吗？动吗？动了啊！一表人才。然后今天没有问我毛有没有乱，因为头发晒到很漂亮。非常感谢，这个就是我们的威老师啊，唱片的创作人，对吗？也把我们拍得那么漂亮，不是他拍的，但是呢，他计划的整个好 MV 是怎么拍的，都是他计划的，真的是非常厉害，又会讲话，又会自己冲凉，对不对？好像还没有拍。这个要开的，不是像那个自己站的那样，哎、啊，要开的，酸球有了，喂、okay, ，这样开懂吗？改天按这里啊，你不要乱按啊。啊，有了。我来，魏老师可以讲话了哈。来，魏老师自我介绍一下，今年几岁？18岁。啊，18就18。18，对，这个是18。哎，这张专辑13首是4首歌，这边的朋友还不认得，还不知道啊，有些对吗？还不是很熟悉啊。但是呢，我们的天明老师介绍一下自己啊，这张专辑有几首歌？啊，这首专不是这张专辑啊，是四，这三首歌。这三，我记得是四哎，有一首是你的，你不要唱。你要收住先呐、啊，好料留在后头，下一张啊，对吗？啊，今晚间呢，我们天明老师有带这一个 CD 来啊，现场卖了哈。同样的呢，你们要他们签名都可以，要签哪里都可以，对吗？签名没有收费用啊。然后签哪里都可以，对不对？是吗？没有了，签这个CD 封面。证明他有听我讲话，我还以为他会讲。牵哪里都可以，包括屁股都可以，除了家里可以，对吗？对啊，来，啊，我们今晚间的歌手们全部都有来哈、啊，包括只是有一位没来，一零九，一零九的张凯杰，哦，对对，张凯杰没有来，但是呢，由我们啊，以及天明老师啊，带领这个专辑。为大家呈现今晚啊一整场的歌唱节目，同样的呢，希望大家您给我们天明老师这个首次制作新歌，对不对啊？支持一下哈、啊，那边有 CD， 只要是你们要签名什么都可以找他了哈。啊，要签衣服找我，要签名找他，因为我签衣服厉害，口红印上去，你回家你就完蛋了。谢谢哈、啊，来我们天明老师以及呢今晚间的歌手做好准备哈、啊，穿的哈、啊，对的哈、啊，来，老师算命，算命啊，看一下，会算哪里会哪里不会算，
他不只会创作歌曲，还会算命，还会算命。你手掌一拍，他就看得出了，对吗？钟林哥，对啊，对啊。等一下，你掌声要大声一点啊，你上来要亲他一下。废话少说哈。继续呢，有请到我的歌手上台了哈。我不要弄你了，等一下你怪我。要哭啊，笑一下，笑一下，你帅对不对？来，有请到我们的第一位歌手李钟林先生，来，掌声欢迎。哇，你的嫂子真安姐呀、啊，可以分我一半吗？我不要贪心，我一半。叫他拥抱林先生。哎呦，等一下我中打、啊，等一下麻包带大大就在那个等我，我不会走出去啊，真的。哎，各位现场观众所有，大家晚上好，我叫李钟林。中国人吗？不是，是这边人，这边人啊，这个讲话这么好听的，教我一下，我的是乡下，乡下而已，你这是。国际华人，啊，不像，不像嘞，这种不是应该的啊，对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乡下而已。哎，继续呢，帅吗？帅、哎。谢谢。美吗？你看，你这是美的。哎呦，偏心的，你们真的是坏蛋。接下来邀请到我们的下一个走红的李木坤先生，掌声欢迎。新歌发表会，哇，这个也是高中的。上次我没有看到你，这次看你什么那么眼着了啊？你去哪里来？有爱的滋润，像我一样，有你们的爱，我才会变得那么漂亮。开玩笑，哎，我们的李木坤先生。在这个专辑里面占据两首曲子哈，待会儿呢一首一首为你们大家呈现了，好不好？可以啊哈，来我们的李木坤讲几句话。大家晚上好，啊，幸亏有我们的品明老师，不然我都不懂怎么叫做录 CD 的。对了对了对了，好了，不然我们去那里找，那么找到我了，我不知道。不错，大家都是机缘巧合，希望各位支持本地创作。来，好不好？听个掌声。做一个赞。真的是在我们本地的话，应该找不到几个了哈，是有啦哈，但是真的是少数了哈。我的天明老师真的是超厉害，够够的哈。来，还有嘞，还有一个病在后面啊，他在一直调，一直调。来，继续有请到我的玉儿，来我的宝贝出场，美女出场。这是哔哔声的，你有听到狼叫声不爽吗？没有狼，没有狼，没有狼，没有狗，看不到狗，但是狗不敢出动，狗厉害，这个人连狗都出来了。来，我的女儿也刚出道不久哈，但是呢，全部我们都是得到我们各位老师的服务啊，这个看得起我们，所以呢，才会出这张首张合集。来，听到没？你有的话，等一下，这边很多。跟我们天明老师拿啊哈！来，老师，我的 CD 有吗？你随便抽抽一下，看是谁唱片的，抽签。帮我拿给他一下，还谁啊？来，帮我准备一下。来 ，CD 歌可以播了。来，我们的朋友们，希望大家您多多支持我们的天明老师制作的。合集啊，太开心，太开心了，又有花收啊，又有彩蛋了，又能做公主，所以你看她手忙脚乱啊。非常感谢，再次感谢朋友们您的到来啊，以及来自远方的朋友们您到来支持我们这些歌手哈、啊，这边都是冠军歌手、街头歌手。歌台歌手什么都有，厕所歌手也有一个，只是我不知道他是谁嘛。来，这一张，等一下，给我的帅哥呀！这一张就是天明全新制作合集，这一张啊，来里面呢有DVD 还有 CD， 你们在车上听啊，想。